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晚的冲心直说。咁啊，上一次咧，我喺节目里边咧就介绍咗一套电影，就系、是《一个国家之诞生》啊，里边咧就讲及一个黑奴啊传道人点样由一个向黑奴传道嘅牧师，转变成一个咧暴动嘅领袖，最后咧就牺牲，而30年之后咧。就爆發了美國的南北戰爭，就解放黑奴。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看回那一集的故事，以及我介紹的電影，以及後面歷史上的一些啟示。既然大家的回應十分之好，也都很有興趣聽我講多些電影。我經常都開玩笑說我討厭政治，今天我都不想講那麼多政治，想講一下電影，因為都是我的老本行和我日常的娛樂。咁有一部電影咧，我都好中意嘅。其實喺之前咧，我講軍事嘅時候都提及過。依部咧係日本嘅電影，應該喺2019年嘅日本電影。如果冇記錯嘅話，就一套山崎貴導演執導嘅《阿基米德大戰》。咁你睇睇個封面就即係個海報咧，你就知道啦。咁啊，睇個畫面咧就知道係一個戰爭嘅電影。首先講電影之前，我講下山崎貴呢個導演啦。我就知道係佢執導咧，我就本來都唔係好想睇呢套戲，因為我覺得套戲嗰個名字有啲奇怪無厘頭。哦，原來咧係一個漫畫改編嘅二次大戰嘅故事。咁裏邊咧係講及呢個日本嘅戰列艦大和號興建嘅一個虛構嘅故仔。咁但係山崎貴呢個導演咧，佢嘅即係執導過去嘅一啲作品咧，係十分之即係有名嘅，譬如話《永遠的零》啦，依套都係有關於二次大戰一個揸零式戰機機師嘅故事，咁啊好令人感動嘅。咁啊，另外就佢有套《寄生獸》啦，亦都係將漫畫改編啊，亦都係十分之即係脍炙人口啊。咁啊，仲有一啲《哆啦 A 夢》嘅動畫喎。咁啊，所以咧就依個導演嘅作品咧係值得留意嘅。咁啊，所以咧我就開始就睇咗依套電影。咁我首先簡介一下依套電影嘅內容啦。咁頭先都講過啦，佢係漫畫嘅改編啦。咁佢裏面係講及一個天才嘅數學家喺日本20和30年代嘅時候咧，佢去參與一個咧興建大和號嘅計劃。咁開頭咧，佢係一個對戰爭同埋對依啲咁嘅軍國主義咧十分之反感嘅一個天才嘅數學家，所以佢極力咧去阻止大和號嘅興建。但係戲劇性地咧喺個電影或者喺個漫畫嘅後邊咧，依個天才數學家咧竟然成為咧興建大和號裏邊嘅其中一員，甚至係一個工程師。咁究竟點解咧？咁我哋就要由呢個電影咧嘅開頭開始講起啦。咁呢套電影咧一如既往咧就好符合荷里活嘅公式嘅，一嚟一個 teaser， 個 teaser 係咩咧？就係大和號出擊，咁就去一個叫做沒有回程燃料嘅一個作戰計劃。因為當時候咧美軍已經登陸沖繩啦，咁啊日軍嘅即係敗仗咧已經係好明顯。咁於是咧大和號咧就因為燃料不足啦，咁但係咧都要孤注一擲咧，諗住駛去沖繩咧，就同呢個美軍嘅艦隊決戰。咁啊，甚至打算即使咧到時冇燃料回程咧，成隻大和號鏟上去陸地咧，作為一個陸地炮台咧，咁樣去即係對付美軍。你諗下日本人咧，有啲時候咧都幾天方夜譚嘅。咁啊，依個電影一開出嚟嘅時候咧，就大和號好就遭遇到咧美國嘅艦載飛機，包括俯衝轟炸機同埋魚雷轟炸機嘅攻擊。咁啊，場面好悲壯啊，因為咧有成幾百架次、幾個梯次嘅轟炸機咧係轟擊大和號。咁啊，美國咧因為吸收咗喺菲律賓海戰嘅時候咧對付佢嘅姊妹艦武藏號嘅經驗。因為當時候咧，美軍咧未即係唔知道一隻咁大型嘅戰列艦咧點樣先可以擊沉佢，於是咧當然係藥石亂投啦，不停掉炸彈，不停射魚雷。咁但係因為咧原來依隻
即係依個級數嘅裝甲艦咧，十分之先進，同埋咧裏邊咧，即係嗰個裝甲同埋防水艙咧係好多。所以美軍咧，即係由左同埋右，由前又後咁嘅攻擊咧，依個戰艦咧依然咧係浮喺個水面，要花咗好多功夫先至擊沉佢。咁啊，所以咧今次咧美軍嘅攻擊咧就集中喺大和號嘅左邊。咁啊，目的係首先消滅曬佢左邊嘅防空力量，然後咧用魚雷同埋炸彈咧係集中攻擊佢嘅左邊。咁點解咧？其實就係唔想浪費彈藥。因為海水如果打灌入去大和號嘅左邊嘅時候咧，依隻戰艦本身嘅重量啊，同埋佢嘅裝甲咧，將會係佢嘅即係致命嘅負擔。當隻戰艦一傾側超過某一個角度嘅時候咧，其實大和號咧就會回天乏力。所以大和號咧即係遭遇到幾波嘅攻擊之後咧，艦即係成隻戰艦慢慢傾斜，咁好多人咧就即係要逃命啊。或者逃生啊，咁最後依個大和號就傾側沉沒，而發生咗猛烈嘅爆炸。咁呢個就係一個電影嘅開頭。咁啊，於是乎咧個時間咧就時光倒流啦，倒敍翻咧喺依個二三十年代嘅時候咧，依個天才數學家菅田將輝飾演嘅。咁佢係一個咧就即係計數好叻嘅天才。咁有一日咧就有一個即係副官去揾佢。原來是什麼人找他呢？原來是山本五十六，一個日本的名將。我先講一點背景，因為當時候日本的陸軍和海軍之爭大家都應該耳熟能詳，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的資源，以及自己才應該能夠贏得這場戰爭的主要的功臣。但其實在海軍裏面都有派系之爭，主要分為兩派，一派咧就係巨艦派，即係咩叫巨艦派咧？就應該係認為咧興建一啲咧好似大和級數咁嘅戰列艦咧，先至能夠咧為日本咧係贏得呢個咧戰爭。另外一派咧就係航母派，係以山本五十六為首嘅，認為未來嘅戰爭咧係由航空母艦咧去決勝。所以再興建呢啲咁大型嘅戰列艦咧，其實係浪費資源同埋咧落後。咁喺海軍裏面咧都有呢兩個派別之爭。咁當時候咧就海軍咧就提議咧就去興建一艘咧依種咁嘅超級巨大嘅戰列艦。咁啊山本五十六咧就唔希望將呢啲國家嘅資源咧浪費喺依種戰艦身上邊，佢寧願咧將呢啲咁嘅資源咧興建多幾艘航空母艦。所以他就請了這個天才的數學家就去到他的即是辦公室裏面去講清楚其實他的想法。於是乎呢就希望呢這個天才數學家呢可以幫他去核對現在巨艦派提出興建大和號的預算究竟是不是真的。因為巨艦派那邊提出的預算案呢不算是一個天文數字。具體數字咧就係大約係9000多萬，咁啊而家依個9000多萬當然唔可以即係用而家嘅標準去折算啦。咁但係咧，通過依個天才數學家啊菅田將輝嘅奔波，或者揾咗好多人幫手，或者明查暗訪依個過程裏邊咧，佢終於揭發出咧呢個大和號興建嘅預算咧係遠遠高於呢個巨艦派提出嘅預算，超過2倍至3倍。咁所以咧，個戲劇嘅其中一場高潮咧，就係喺個會議室上邊咧，巨艦派同埋航母派咧喺度咧角力，點樣去推翻呢個大和號嘅建造預算？咁啊，嗰場戲咧雖然係口水，但係咧其實真係導演咧拍得好好。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編劇最怕就係寫一啲冇畫面嘅劇情，而全部都係對白咧，係好難控制到嗰個氣氛同場面。咁所以呢個導演咧，當時咧，真係我覺得處理呢場嘅會議咧，十分之好。咁啊，呢個咁嘅巨大嘅預算咧，即係揭發咗之後咧，咁應該本來就呢個大和號興建應該係失敗啦。咁但係點解又會繼續進行咧？於是搲破咗面皮之後咧，呢個巨艦派代表嗰邊嘅將軍就話俾所有人知咧，就係話為咗國家嘅勝利，或者為咗國家呢個咁嘅尊嚴或者榮耀，其實
使多啲錢又有乜問題呢？堅持咧呢個咧大和號係必須要興建嘅。咁啊，當時候咧即係所謂大石砸死蟹啦，亦都咧山本五十六嘅航母派咧係落於下風。咁啊，依個咁嘅即係天才數學家咧，即係嘥咗我哋叫做大半集嘅氣，佢希望咧去阻止大和號嘅興建咧。喺依場咁嘅會議裏邊，雖然佢揭發出呢個咁嘅謊言，但係最後咧，大和號咧依個計劃咧依然係進行。咁但係點解佢最後竟然會幫咗對家，即係投入咗去巨艦派嗰邊，而幫助去興建依艘咁嘅超級戰列艦，而成為其中一個建造大和號嘅人呢？咁喺廣告翻嚟，我哋繼續睇下點解。九姜饭馆本周精选，Resonic Crossover Hong Kong Top Kitchen 正煮合加迷你智能煲三送两汤套餐，888元。Resonic Crossover Hong Kong Top Kitchen 正煮合三送两汤套餐，428元。Resonic Crossover Hong Kong Top Kitchen 迷你智能煲三送两汤套餐，668元。Resonic 座台式洗碗碟机2480元。Hong Kong Top Kitchen 三送两汤套餐198元。董和制油夹心酥208元两组。简单你爆浆牛杂酥188元两包。镇远麻辣牛肉面278元三盒。扒扒饭台湾独家超坑香蕉酱、蟹椒酱、麻辣花椒泡菜，188元两罐。城香珍咸蛋黄流沙曲奇、皇家奶油曲奇，78元两盒。鸭米鸭肉香松礼盒158元。S T Lauder。升级再生基因修护眼霜495元。资生堂怡丽丝尔抗皱精华眼霜688元。Lancome 升级版冰钻亮眼精华645元。Lancome升级版暖肌活肤眼霜520元。仲等咩？快啲上 feelguest.com 抢购啦！好，咁我哋翻嚟呢个衷心直说，今日我哋讲电影咧，系日本嘅二次大战嘅电影《阿基米德大战》。咁头先讲到咧，呢个天才数学家菅田将晖饰演嘅咧，佢终于计算出大和號興建嘅真正數字，喺個會議上邊亦都踢爆咗咧。呢個巨艦派咧，佢哋虛報咗成個預算咧係好低，咁啊應該咧就呢個大和號應該擱置噶啦呢個計劃。但係點知最後咧，即係最高當局咧依然係批准興建呢個大和號，因為呢個大和號係代表咧呢個大日本帝國嘅尊榮同埋咧嗰個符號。咁好啦。呢、这個菅田將晖嘅天才數學家其實係十分之沮喪，咁但係咧佢後來咧竟然咧就俾呢個巨艦派即係興建大和號嘅平山中道將軍咧就請去佢嘅官邸，對住一隻模型，即係一個我唔記得一比幾啦，可能係一比200嘅大和號，好大隻嘅模型咧，就同佢講。依番説話咧，其實咧十分之值得人咧深思啊！咁我即管咧就即係朗讀翻出嚟。咁啊，平山中道將軍咧就同天才數學家講咧，
請他加入興建大和號的團隊。哇，這位天才數學家當然是傲嘴兼夾say no 啦，我怎會加入啫？因為其實你們根本就即係欺騙緊成個日本嘅國民，佢哋嘅血汗錢全部都係俾你攞嚟興建呢只巨大嘅戰艦，而且你哋嘅預算根本係報低咗。咁但係平山中道將軍咧講出，其實佢好清楚，日本如果同美國開戰咧，最後都會戰敗。咁於是呢個天才數學家就好奇怪。咁佢問阿平山將軍：既然你知道必會戰敗，咁何解你依一刻要興建依艘咁嘅巨大嘅戰艦咧？而仲要拉我入嚟同你哋一齊咧？咁平山中道將軍就講咗一番理論或者見解。佢話咧，建造呢一艘大和號咧，係代表日本嘅靈魂。所有日本人咧都會將佢寄予依個希望，同埋作為佢哋日本民族嘅象徵。但是他明知道日本呢最后都会被美国击败。所以其实兴建这个巨舰的目的呢是希望最后这个巨舰是被击沉。击沉的原因呢，击沉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令到整个日本民族清醒。他对这个战舰的期望越大，同埋最后如果这只战舰呢沉没同埋消失呢，他是会令到日本人那种狂热呢会回复翻理智，因为所有日本人喺当时都会相信呢艘巨舰系永不沉没嘅，而呢个巨舰大和号最后嘅沉没咧，正正系可以将佢哋嘅狂热同埋佢哋嗰种不理智咧，系彻底令佢哋清醒过来。嗱，我第一次咧听呢番说话咧，我系听唔明白，因为咧我觉得好变态，同埋可能系呢个平山中道嘅借口。咁啊，雖然呢個當然係漫畫或者係電影嘅一個虛構嘅情節或者係對白。咁喺過咗香港呢一兩年以後咧，我發現有另外一個字眼咧，就令我豁然明白咗平山中道將軍呢個理論。近來咧，香港網絡上面流行有三個字叫加速師。咩叫加速師咧？我諗相信你哋比我更加明白，就係有一啲人或者有一啲措施或者有啲法律或者有啲現實，係將一個局勢不斷加速，直至去到懸崖邊緣，甚至推落懸崖。我諗呢個就係近年啲人講加速師嘅意思。咁我見到呢個咁嘅字眼之後咧，我豁然就諗翻起呢套阿基米德大戰，呢個平山中道同呢個天才數學家講嘅一番説話，我特登再睇翻呢套戲，特登再睇翻平山中道將軍講嘅呢番説話。佢嘅意思就係、其實我哋要一個民族清醒，可能就需要先將呢個民族最大嘅寄望或者佢哋嘅狂熱徹底毀滅先。即係呢個大和號其實係一個符號，呢個符號係代表成個日本當時呢個軍國主義戰無不勝或者係永不沉沒呢種咁嘅狂熱嘅思想，甚至認為日本係可以戰勝美國，成為世界嘅霸主。呢個咁嘅思想喺當時偷襲珍珠港之後，舉國係陷入咗瘋狂同埋狂熱裏邊，日本差不多係同全世界嘅自由民主國家作戰，包括德國都係。咁啊，平山中道將軍嘅意思就係話，呢隻大和號嘅興建咧，其實唔係求勝，係求敗，而且係求沉沒。呢隻大和號嘅沉沒，將會係令呢個日本嘅民族由狂熱中變回清醒。咁平山中道原來就係一個加速師。而他邀请这个天才数学家加入这个设计这个大和号的团队，而最后兴建大和号，这个天才数学家被他这番说话说服了之后，终于加入了这个就是兴建大和号的计划里面。那过了时空，跟着我记得这套戏最后的画面，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一定要留意，就是大和号终于落成，终于出海。但是它航向哪里呢？
佢航向係一個茫茫大海嘅黃昏。當時導演用呢個意境去代表一隻超級戰艦，其實佢係帶領日本步向一個黃昏嘅境地。當然，大家都熟悉歷史，喺1945年8月，兩粒原子彈係令到日本投降，而令到成個日本嘅民族由軍國主義裏面重新建立，變成近代嘅一個咧民主立憲嘅國家。咁啊，所以我相信呢個漫畫嘅作者咧，係當然係一個即係佢利用一個咁嘅故事去講述一個虛構嘅諗法。咁但係我覺得係好有意思。我成日都話咧，我哋睇電影或者我哋讀歷史咧，個人係會比較豁然或者係會睇得遠啲。即係如果睇完呢套《阿基米德大戰》，你再配合翻我上一次講嘅一個國家之誕生嘅故事，其實你就會知道，好似日本喺1941年偷襲珍珠港之後，佢自以為係可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嘅霸主，當時成個世界嘅自由民主陷於一個絕地，美國只有兩艘航空母艦。應該是三艘航空母艦，是那艘經過珊瑚海海戰還要沉多一艘，而去到中途島海戰只有兩艘航空母艦去對抗日本呢，好像有成八艘的航空母艦，根本是無勝算的。但是後來的歷史和故事大家知道呢，即是勝利是屬於民主和正義的一方，即處身於喺咁嘅歷史嘅時代裏面，有啲時候咧，我哋係無法避免大和號嘅興建同埋大和號嘅落成，甚至佢最後嘅沉沒，係一個歷史唔能夠改變嘅事實。如果你處身喺當時嘅日本，你可能就算你知道呢個大和號嘅興建係錯嘅，例如山本五十六。佢即使係一個日本嘅將軍，佢都唔能夠改變呢個歷史嘅事實。而通過呢個平山中一同埋呢個虛構嘅天才數學家，佢參與興建大和號嘅故事，我哋睇得到有啲時候，好似上帝所講，佢先要一個人滅亡，佢先要令佢瘋狂，或者佢需要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重新起來，他可能先要令他好像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那樣，他要興建很多戰艦，他要興建很多航空母艦，他要建立很偉大的海軍，他要問鼎世界上霸主的地位，甚至挑戰美國這個這樣的自由民主他們口中的霸主。但是歷史很漫長，正如我所說，我們一定要保留我哋嘅耐性或者我哋嘅性命，去观看呢个咁嘅最后结局。所以如果大家对所谓加速师呢个三个字有一个更加深入或者系理解或者玩味，我推荐大家睇一睇呢套《阿基米德大战》。表面上系讲紧一个天才数学家嘅故事，其实佢系喺度讲紧一个，我覺得幾屬於神學嘅故事，上帝點樣去安排一個國家重生嘅故事。咁啊，今日嘅衷心直說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啊，如果喜歡嘅，咁啊，我多啲講呢啲電影。我真係覺得睇多啲呢啲歷史嘅電影同埋有意義嘅電影咧，對於我哋而家處身喺香港或者係喺黑暗之中嘅人咧，係會有啲盼望。同埋會有啲力量，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夠姜同埋衷心直說，多謝大家，拜拜。